什么叫你这个话不能念出来，你可别害我。就是你打这字啊、哦、还好我机灵一点没有念出来，不然的话就特别容易被抬。谢谢关注，我今天涨了1000个粉丝，怪开心的。南哥就是一个嘴硬心软的一个好大哥，前面说没钱，然后说而且南哥的35级基本上都是刷给我的吧，嗯，对不？谢谢，100%啊、哦，纯爱呀，纯爱战神。那你为什么现在还12级灯牌？你是来看我太少了？嗯，太好了，100%，壮壮的不是全刷给我的啊！谢谢关注啊，谢谢关注啊，谢谢我杨点赞，壮总不是全刷给我的。为什么信？你刷给你给长腿姐姐刷过，对吧？那南哥是100%刷给我的，谢谢关注。我心眼可小了，我记性还好，心眼不但心眼小，我记性还好。谢谢关注啊！哎呀，这个直播好涨粉呀！我拍个短视频，发个短视频就涨2-3个粉丝，我直个播就能涨1000个粉丝啊，真好！你看，点个赞，非要谢谢，为啥呀？我就谢，为什么不能谢呢？5个保时捷也算，当然了，南哥，你有没有给别的主播刷过5个保时捷？别说5个了。一个墨镜都没刷过，谢谢关注。你说，对不？5个保时捷啊，好多呀！欢欢怎么不在？他刚才不是在吗？谢谢分享。我今天晚上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啊？偷偷闪开，你要弄刷个小星星，你先给我亮个灯牌好不好呀？啊，杨宝，杨宝，你先给我亮个灯牌好不好？我这展馆还有好多礼物没点亮呢，咱挑个便宜的呗。真的爱你好不好？我想要真的爱你，连理智，哼。杨宝，咱挑一个，你想送真的爱你，还是想送连理枝？你选一个吧。真的48，别管我了。嗯，别管我了。你又不跟我结婚，你管我多大呢？你就看就行。我饿了。谢谢关注啊，谢谢。什么是谁？什么东西是谁啊？你就弄刷一个小，你连灯牌都没给我亮，怎么搞的？你变心了？20的喜欢48的，正常。你到40还是喜欢48的。这跟你的年龄没有关系，跟我的人有关系。你到50还是喜欢48的，是因为我48。嗯，弹琴啊，现在可能弹不了个，要不你给我刷个小礼物，我害怕被投诉，害怕被邻居投诉。嗯。
回答你，回答你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是谁？你在说什么？没看到啊？对，离异带两啦，孩子榜二在带。快把灯牌亮起来！以前我有一个大哥，叫 AU， 他好久没来了，每次别人问主播多大了，他就会说主播今年48，离异带两娃，孩子我在带。是谁告密我给别人刷5个保时捷的，我自己看到的，你比我有钱还要我刷啊？可不能这么说呀哥。搬砖呢？谢谢军哥。那我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没我有钱你还摆烂还躺在那里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谢谢谢谢军哥的灯牌。哎，这是什么礼物啊？谢谢谢谢洋洋，谢谢，欢迎 human 穷人请老板。零度樱花，那如果你要非要这么说，说你比我穷的话还要看我，那也得给钱了。哦，太开心了，真涨了这么多粉丝呀，谢谢哦。老婆你来，我你来了呀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老婆跟这直播间都快饿死了，我准备换一个老公，我看榜一榜二都挺不错的，我今天就要把你这个，我可以卸出来一个礼物吗哥？杨宝，杨你好久好久都没来看我了，谢谢关注。咱们是正能量直播间，咱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哦。不要说那些低俗的话好不好？欢迎南哥，我们来给大家发一个福袋。只发了三个人。来，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，我们喜欢主播的左上角小黄心点一下，咱们领个福袋，人均十斗币的。不刷你就默默看。这是把谁拉黑了呀？对，杨说的对，也发的太少了，没前辈，你发一个吧，我想看看哪个是多少，多是有多多。谢谢飞花传情呀，这里我没见过，嫌我发的少，那你倒是发一个大的呀，对不对？你发个大的吧，我没见过这个礼物，是挺好看的。差一点那个人娶了我闺蜜吗？为啥呀？为啥？来，咱们对，咱们是正能量的直播间，怎么说的话做的事看的主播都正能量好不好？谢谢南哥。为啥要差一点娶我闺蜜呢？我就想知道。发不了你就别逼逼呀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连这么少的都发不了，你还说我发的少？那如果说你要说我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比我发的多一点？对不？发个红包还不愿替别人养老婆了，看看给你的，给你点口水你就泛滥，癞蛤蟆踩高跷，长得丑要求还挺高，甜橙，
那谁啊？他找我打 PK 吗？为什么找我打 PK？一打 PK 我人就掉了耶，不打了吧，不打了吧。嗯，现在好多猴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好多猴子？欢迎花生。嗯。来，我们左上角的小温馨点点可以参与粉丝福袋抽奖哦。嗯，我不太喜欢直播间人太多，哎，坐远一点，你把手机拿远一点就行了。你离手机远一点，我不就离你远一点了吗？干嘛呀？公屏上跳来跳去，哦，这个意思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懂了，我知道了，是，嗯，不是，他是因为欢迎可乐，就是因为给我推流了嘛，拉进来的人就是，嗯，形形色色的，是娶了我闺蜜吗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会觉得？是这样呢，谢谢关注啊。